当时我们是在做相机嘛，然后刚好在2006年的时候，那我们已经意识到说这个相机慢慢在没落，手机崛起，所以我们都在想说，哎，如何转型？那么转型的商品也一样要带给人家一个欢欣的感觉的产品出来，所以就去了解 LED 这个产业的一个相关资讯。那么了解下来，哎，发觉就是说，以我们以前做相机的一个结构的经验啊，电子的经验啊，生产的经验，回过头来评估 LED， 认为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就全心来投入这一个产业。张总经理因应时代的趋势，加上团队过去有光学机构与电子设计的专业技术与概念，才能在 LED 领域创造新的里程碑。所有产品皆由台湾设计生产，外销至各国，在安规方面也依各国的安规标准来符合各国家的要求，而每项产品在出口前也都会经过严谨的全检，来达到全面的安全与保障。我们看完了 LED 灯，就是说第一个，在昏暗的环境之下人走过它才会亮，这样就省电，因为白天它人走过它是不会亮的，在晚上它要用灯嘛，白天不需要用灯，所以这是第一个概念。第二个概念就是说，当你停电的时候，我可以随时拔起来当作手电筒使用，就是说除了平时当感应灯以外，当你紧急的时候，我可以拔起来当手电筒使用啊，这是我们产品的一个特色。也因为这样的特色，曾经在香港的国际展览会上得到最受欢迎的产品奖项。我们除了做 LED 这个感应灯以外呢，我们也想说加上 LED 相关的产品来做一系列的开发。那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三 C 产品，比如说手机啦、平板啦，都不再附充电头，所以我们就把 LED 跟插座结合在一起，就变成一个 USB 必插的一个创新产品出来。主要就是方便，你不需要因为买了手机、买了平板，还要再去买更多的充电筒回来，不但占空间也浪费钱，所以你家里有了一个 USB 自动夜灯的壁插，你就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。同时呢，因为现在的三 C 产品接口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有 A 接口，有 C 接口，让你不同的三 C 产品都可以使用在我们的 USB 自动夜灯壁插上面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跟特色。那因为现在的三 C 产品都着重快充，尤其是平板跟手机，因为随时要用到，需要很快速的来让它马上有电可以马上使用，所以我们就用了 PD 3.0 这种快充协议来设计在我们的产品里面，所以满足所有的需求这样子。因为我们一直秉持的一种概念就是说创新，创新的概念。那么所谓的第一个创新就是说，如何将我们内心对人的关怀及爱从这边出发来设计商品，这个商品才会有具有生命力。那么第二个创新呢，新旧的新呢，就是说在我们从内心关怀人的这个基础上去出发来研发商品的时候，这个商品才会有灵性的生命力出来。那么再加上我们一些科技的元素啦，加上独创的元素啦，可以创造一个比较完整有生命的产品。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，把我们好的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地。我的东西是卖给大众，所以我取之大众，用之于大众。我们除了说做产业、做事业，这个产业事业以外，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创造另外一种文化事业，这是我们要去建立的一个方向。那么当然我们会在基础上要带给人更方便、更安全、更舒适、更欢心的产品。